大家好，我是放浪者。如何抽卡浮浮？布外方法，必须要看这个片，请大家先关注我，令你十连双金，抽卡不歪。46个未能达成超越之水，168个湖光灵蓝，1个敌境青金碎石，9个敌境青金断金，9个敌境青金块，6个敌境青金，18个片片花蜜，30个微光花蜜，36个元素花蜜，在封单位置同水行换人打。9个正义教导，63个正义指引，114个正义撤学，18个无光之块，时间在周二五日开放。先准备一些小蛋糕给福福，去枫丹咖啡店买治水神材料，需要这些。正确抽卡地方，第一个地方福宁那家，这里大约有 90% 出，在枫丹工房对面。第二个地方海陆港下层，这里是旅行者同福福第一次见面地方，从七天神像传送过来，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二个位置抽卡。第一个位置木芒宫，这里是前水神住的地方，福福已经不是水神，他已经离开木芒宫了，所以在这里抽卡已经没用，不推荐在这里抽卡。第二个位置最不推荐在这里抽卡，欧比克莱歌剧院，虽然欧比克莱歌剧院有表演看，但不是每一天都有，可是这里是水神福卡洛斯死刑的地方。希望你喜欢这500年来属于你的戏份。